Radio Studio， 我是小白。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我们要来玩玩《汤勺世界生存七》呀。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可怜的消息，不算可怜啊，就是有点悲剧，算是重生之类的但就是啊，自己看呐、啊。那就是我不小心把地图删了啊，我讲出来了，哎呦！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变，对不对？错了，其实变很大。我之后把地图重新下载，然后用那个所谓的神人模式之类的，这样把地图稍微做了一下还原，所以你们会发现啊，地图上有些东西都还蛮干净整齐又完美 perfect 的绿绿油皮皮，然后又看到这个小小的小村村，对不对 ？Yes boy， 我们已经修复完成了啊，真是美妙又神奇。哎呀，四三八，等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更新哪些东西。首先，我把农田盖好了，就像这样子，还有安全的边边的安全措施，这样我们才不会掉下去。然后我们的房子直接扩大成像这样子，虽然好像范围小了点，有吗？没有这回事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房子变长方形。然后我们还这个水流我把它留着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拿来干嘛，可能可以拿来洗个澡之类的吧。然后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，对，石头生产器，对我把它做回来了。然后还有这个地板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我重新更新了之后，我就把那个因为地图有重置，所以我没有把它拿出来。然后地图上的一些生怪砖恐怕我还没有删除掉，所以可能还会存在。那并且是把地图的那个材质把改为 summons， 不然之前那个实在太恶心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村民的部分有一个小小的 bug， 就是那个村民好像一次被我重置一个地图重开，村民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村民不见，然后一些神器跟道具我有先还原回来，对，然后那把弓嘛，啊，等一下，差点掉下去，我刚刚差点手残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按，然后就乱按，然后反正你们自己倒回去看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刚刚差点掉下去，天哪、啊，然后 OK 我们来了，对，然后有些矿物恐怕我还没有挖掉，所以可以重复利用，我讲太大声了吧。然后对这个村民莫奇啊，也许他跑去岩浆里面干什么的，不要问那么多嘛，他也许在做一些私人的事情，对，那对其中一个成就是要找到五个村民了，那我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我在沙漠找到一个，我们原本有一个，然后雪岛有一个，然后那个我们后面的那座岛海龟岛也有一个，总共四个，外加那个什么这座那个地狱岛也有一个，所以应该是基本上我们找到五个，对，我们有五个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完成成就了，对，我们很棒，对不对？应该吧。然后我们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我们有神器，我们要找到神器。那神器我们目前就是我把弓还原了哦，对，然后家宝一个，芬尼弓一个，鞋子一个，然后烽火台要三个。烽火台要去哪里找？好像有点，烽火台好像有三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像少拿了一个，不知道在哪里，还是烽火台被我丢掉了？我满载，我先看一下成就好了 ，Look。这是成就吗？好像是注意事项哦，找到了，把所有岛连起来合成三组雪砖，找到五个村民，我拿到五把加分芬妮泡了蛋糕，古力帕之神黄油哦，古力之神我们有拿到，但是那边的村民也不见了，就不知道怎么消失了，所以恐怕就不见了，我也没有办法，那就一直不见了。我们唯一只剩下了一个村民，就只剩下我们原本这座岛的那一个村民，我们叫阿布好了，阿布看起来就很好听。听起来就很好听，有没有？阿布。然后我打算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做那个动物的，那个动物的那个啊，不然动物的那个窝，对，动物的窝，就是我们要一直在那边。我到底有没有敲到石头啊？有啊！啊，都跑过去了啦 ！Oh my god！哦，烧掉了 ！Oh my god！ 是不是要做一个类似安全措施的东西，不然它会烧掉。其实我觉得，反正一定有几率会消，会那个嘛，所以就给它去吧。对，我们这里至少还要再挖一阵子，所以恐怕要加速之类的。而且我居然拿镐子挖、欸，我真的是超浪费的我。而且为什么要这样挖？我突然想一想，应该不用这样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座岛一堆石头啊，就在那边挖就好啦，可以挖到我想要挖多少就挖多少。对，好，我们先去准备一点食物，我们再过去。对，没有食物就等于活不下去，有了食物就等于无限生活，不啦，无限生殖。
我不知道有没有还原错，哎，大家可以帮我稍微瞄一下，因为我记得那个好像那个材质包好像，我有准备西瓜种子吗？哦，有，我有西瓜种子，如果没有的话就GG了。我还原的那个好像是仙人掌，哎，我好像把西瓜跟仙人掌看错了。哎呀，过去了嘛，怀疑那么多干嘛？嗯，回忆过去，痛苦的想念忘不了。为何你要一直敲西瓜？因为我要吃。哎呀，才刚说要出发，马上就给你吸了。好，没有关机。好，好，我们进去喽，跟着我一起上床吧。对，哦，过了一秒之后就可以睡觉了。Good morning。而且啊，听海哭的声，不是，那个我们可以利用岩浆来烧东西，而且岩浆烧的时间很久，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，我的铁很多吗？希望很多，还有一个铁吗 ？Oh no, no no no, why are you do that？ 没有铁，我想说要去挖那个岩浆，我们来烧那个，我突然忘记我要烧什么啊，无限烧那个东西啦，就是我们可以烧煤炭啊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可以拿来干嘛？哦，我要烧沙子啊！突然想到，我要烧的是沙子，对，我们要把那个沙子烧成玻璃，因为我们的家还没有玻璃，而且你看 ，diamond 有没有看到？它在我旁边闪，啦啦啦啦啦，这个时候就要挖掉它。哦，等一下，下面是虚空对吧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看多阴啊！等一下，哦，那是僵尸猪啊，吓死我了！哦 ，Oh my god， 好深！今天的我又赚到一堆钻石，虽然已经有很多，地狱石哦。如果懒一点的话，我就用地狱石铺地，然后把动物养在上面，然后放火烧了它们。不对，有点太残忍了，不对。钻石，对对对，这边的地图还原之后，我并没有把那边的钻石挖掉，好像有点过分，好像吧？这是什么啊？那个地狱石英，地狱石英，对，地狱石英。然后神器的话不用担心，神器已经都兑换回来了，对，所以它不会有重复的神器的问题。对，没错，不用担心这一点啦，真的。好呀，要死，要死我！你搞什么搞？是我要搞吗？吓死我了！以后不可以这样吓我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准备岩浆，我们要拿岩浆。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拿岩浆。好，岩浆算是一个比水还要恐怖的液体。一，它会杀人；二，它的那个粘稠性非常高，因为它会不断的流出来，然后又很难清掉。所以我觉得岩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。应该说它本来就很可怕。当初从那个 Minecraft 1.1 代开始做起来，它就已经很可怕。光是你看到它，你就吓了半死，连怪物都碰不了，你怎么觉得你过得了？哦，有啦，僵尸猪可以啦。无法理解僵尸猪的皮肤为什么可以那个，为什么可以去那个吼掉进岩浆里面还不会被烧死？这一定有病啊！那个他皮肤这打了什么类似体格强化剂什么鬼东西，不然他怎么会防御力这么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挖石头啦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，还有一堆哦哦的煤炭，好像芝麻。等一下，小心不要掉下去。这上次也被这个骗了好几次了，骗我感情的岛叫骗岛。乱掰。那我们这边可以挖一点煤炭啊之类的，而且这边有村民不见了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还原之后村民不见了。村民不见有几个条件啊？各位可以帮我想想看，那个如果村民要消失的话，消失的村民前提应该不可能是因为和平不可能清掉村民，所以啊，哇，就那么差。而且我跟大家说哦，我准备的是岩浆，不是水哦，所以如果一个真的不小心掉下去，就会 say goodbye。而且如果是倒岩浆的话，别傻了，是死得更快。Oh my god， 差一点，好阴的地方，真的，我要是往其他感觉看起来安全的地方挖好了，不然这里好可怕，对不对？这里看就很安全。我们挖个几组回去，盖一个小农场。我在想要怎么样把那些猪、鸡、狗、鸭、猫给那个给带上来，因为毕竟他们
他们没办法自己爬上来，所以恐怕我们要把那个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龙田岛啊盖在下面，这样的话他们就比较好移动，然后想办法破洞。我现在看到破洞都有点畏惧，因为很可怕，因为对，掉下去就一命呜呼。嗯，啊啊啊！水进来了，好性感的，性感的水泼向了我的脸，潇洒潇洒潇洒。哎呦，我要破洞了！哦，下面还有煤炭的，我们顺便不要，下面有岩浆，吓死我！这边我刚看到有白白的铁，对不对？相信我，就是这里。哦，有有有，看到了，就这个，啊，就一块而已。房子有玻璃耶，可是我没有丝绸之处。丝绸可以把玻璃给挖下来。嗯，这里怎么好像有点，哦，这是入口，哦 ，OK， 好温馨。这个地方的那个光感的感觉就是很温暖，有没有？拥抱我的怀里，来吧 ，Come on， 啊！怀抱嘛，是吧？哈。神经病还是不要到我的怀抱里好了，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跳下去吧然后在家傻傻的用岩浆条，哇天哪，这一块被我好像蚂蚁哦，然后就是乱钻，就挖一挖就一个不小心就掉下去啊，挖到破洞啊之类的。哎，刚刚只有看到那个石头还原啊。哎，难道地图有自动修复功能，所以我不管挖了多少石头它永远会回复，有可能有这回事，而且莫名其妙的我们来到下面了、欸。哎呦，箱子哦，里面的东西拿过，就黄油之血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绿宝石可以拿来跟村民换东西，对不对？没错的话，嗯，好，我们先去挖一点绿宝石。我其实没有换过绿宝石的东西，所以不知道会换到什么。没关系，哇！要死我，惊叫我给他死哇！哦，要死我，哇，要好恐怖。现在挖一挖，我都会吓到，之后我就瞬间把那个滑鼠跟键盘把我的手移开，要不然我等一下一个不小心按上 W 就回忆过去了，真的就真的要回忆过去了。天哪啊！越贵的东西越是难得到啊，这个而且没有水啊，又是破洞，好可怕哦！这样子拿到吗？啊！好啦，就这样去了吧。不要挖了，恐怖、哦！一个都没拿到，我、哦、拿又来又来拿了两个。嗯，这个青苔石可以拿来吃，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挖了不少了吧？哦，好几组哎，莫名其妙。等一下被这座岛应该被我挖的差不多了吧？我觉得这座岛被我坑的好像有点快要没有那个形状出来，对不对？嗯 ，OK， 好，我来看一下，叮。嗯，怎么从腕表看？从外表看，他感觉像是就安然无恙啊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。嗯 ，OK，OK，Yes。哦，对啊，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可以种一点西瓜，种一点西瓜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我刚忘记挖沙子了，本来是想说要挖沙子烧那个，但是岩浆没办法，岩浆应该是没有办法弄成无限岩浆吧？没有这回事吧？这太 OP 了吧？好，我们先把宝贝的东西都先收进去。岩浆，哎、欸，这是那个对成就的书很重要。火把，对，火把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里面还有这个、欸，哎，早知道就不要用掉了。嗯，然后把石头都先准备下来吧。希望这些石头够，没有的话就要去挖那个石头制造机。但是我又很懒得挖石头制造机，而且基本上我忽然想一想，这张地图其实可以不用石头制造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在那座岛生存啊。你只有这座岛感觉就是最舒服的，所以如果有一个家是定在这里，其实那座岛都可以把它挖掉的关系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嗯，突然有点脑袋开发的感觉。好，没关系 ，It's alright, it's okay。我忘记要种西瓜了，但忘都忘记了，人老了就这样。叹口气，现在几岁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到下面的地方找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准备水桶。准备水桶，准备一下啊！可是我们要先把岩浆倒在哪里啊？岩浆先找一个地方倒着好了，顺便当垃圾桶也不赖。这里好了，这样，先放进去。好，我们就先准备一桶水，安全有保障，毕竟游戏没有保险。好，
Hello，下面的低层动物们，我们要来拯救你了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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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安，嗨，哎，他在看我，哎，他在看我，哎，他在看我，好可爱哦。狗狗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哦啊，等一下，哦，吓死我，被我把猪推下去了。哦，开始。好，开始延伸。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来个什么 RC Skype 突然给我叮叮我一下，是什么 FB 亮我一下，我的画面绝对会跳出去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我回来我就掉下去了。最怕就是这样子，我之前好像有遇过，真的是就是你在盖东西，突然那个提醒的东西跳出来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麦块会呈现 就是你按下 ESC 的画面，然后就会啊，很想要给他来个天七上八下，来个惊天动地。骂死他的。OK， 我们石头其实很够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夕阳，夕阳是夕阳。OK， 还有绵羊，我们的小农田恐怕要再延伸一点。有羊，其实鸡羊，等一下，所以到底有几只牛啊？有两只可以繁殖，可是只有一只牛，我现在目前就看到一只牛，我为什么要倒水啊？不想按到，忘记准备水桶。哦哦，我也忘记准盖那个往上走的路，先暂时一下好了。先暂时一下。OK， 好，暂时的，对，暂时的，暂时，暂时。好，找一下我们的，我要拿什么？我有水桶啊，我干嘛还要？真的是东西乱到，我都看不清楚了。我应该装个类似整理包包的什么东西的。我要拿什么？我刚刚拿什么？那个啦，火把啦。居然忘记自己要拿什么？我没有木头。没关系，从头上敲一个下来。我现在才获得木头，原来从此之后我连个木头都没碰到。我一定是生存，我一定是生存大王什么的，我可以不用碰木头就可以生存了，我已经进化了，疯了。OK， 等一下，那个不是你要走的路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啦！奇怪，他怎么爬上去的？这个猪越聪明的，好，擦亮一点，叮，这空间恐怕有点小，你们要忍耐一下哦。再扩大一圈。晚上看那些岩浆啊、水柱条啊，都还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啊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牛下来了，还有一只猪。等一下，这边要敲掉，不然他们往上爬。不行，不给你们往上爬，你们会受伤。你看我对我们多好。好，然后这一圈拿来盖围墙。啊啦啦啦啦！围墙，围墙，围墙！啊，可乐风来了，在我录影的时候来。搞定，吓死我！突然了，不是啊啦啦啦啦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啊！不要下去，不要，不要！你们搞我给狗追！不要，因为我给狗嘴，你被搞到惊死了！你真的快吓死我了，不可以这样吓我！我忘记这不是农田，那个高度一定要 double， 一定要 double， 不然就会金家伙大了去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的牛嘞？牛有了，牛，然后猪，然后羊，等一下，我不是牧羊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你引下来，所以我要用一个可能还蛮凶残的手段，那就是，等一下，这个角度不太安全，安全措施做得好。绝对不可闪！对，拜托你不要卡在那边好不好？下去，
下去 down。 I say 下去吧。对啦，我本来想说就给他推下去之类的，突然想想好残忍。嗯 ，OK， 我们的小牧场，啊、等一下还有一只猪嘞。等一下那只猪该不会？哦 ，Oh no， 不行不行不行，拯救猪猪大作战。嗯，我觉得那个设施不是设施啊。等一下，不要再走过去，你快要超出边界了。对，往后。等一下，会被我推下去吗？他弯弯耶，往后啊，拜托。对对对对对，往后一点，拜托。你现在还在虚空的位置上哦。啊！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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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对了，然后你就下去吧。哦，休停啊！哎 ，Why you？ 哦，抱歉啦，不是故意的。我得要去做，等一下，我要把这边敲掉，他们会往上跑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太可怕了。我要去做一个栅栏门，而且1.8的栅栏门合成方式不太一样哦，各位注意一下。嗯，这是1.8吧？对，我玩的是1.8。等一下1.8，对1.8，我在干嘛？1.8的合成方式改成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，哦，这是栅栏，啊门呢？门有变吗？我不知道门有没有变，好像没变吧。我试试看就知道了，我是没有说很清楚了。记得栅栏每节是这样做哦，还是这样做，而且只能做一个。嗯，栅栏的话有变，但是一次啊没有一次，而且它的造型，我们看造型是两根栅栏，对不对？它现在造型就是变成一根，然后它还有很多种颜色，像是因为木头有白色啊、杉木啊、深色的那一种，还有丛林木啊，那些都有颜色，而且可以任意搭配，它可以打。为什么那只猪会在上面呢、啊？哦，快要疯了！那些猪怎么会？那些猪是怎么上去的？哎、啊，羊嘞！哦，天哪！你们是干嘛？哦，快给笑了！哦，你们是怎么上去的？天哪！拜托，别那么爱爬高好吗？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为了攻击呢？呀，嗯，呀，不要再看我了。你们又不会跳1.5格高的东西，但是为什么会往上跳？哦，拜托，你这只猪真的很恐怖哎！不要咩，好，我差点真的快俩公了。这些动物真的是很难管。嗯，好，好，把这里都清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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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掉。然后我要盖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安全的走道，对，然后你们都不可以进来。Just I can do that。哦，煤炭，快挖。我知道这座岛其实还有很多一些物资，我们还没有得到。OK，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蛮简，哎，现在又没看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简易的小农庄，没有草，草的话我没有草地方块，没有办法，因为羊要吃草才会长毛，可是没有毛，不，什么没有毛？没有草就没有办法，对。然后 ，OK， 这就是可以小小上升的地方。有没有觉得很窄啊？很窄，真的很窄，超窄的。好，往这里上去。嗯，啊哦，我没有准备那个沙子，你那个铲子，我没有准备铲子。啊！为什么有水啊？哦哦，这里来的，糟糕。看样子我得要先量好，我要先预测好那个。我等一下预测好所谓的设计的部分，我要设计一个东西之前，我要画草啊，水不行，好，泥土就可以了。这边可以再插一个火把，对 ，OK， 这样的话比较好走下来，看到我们的动物在干嘛。好，这边再挖开，应该不会有水了吧？上面应该不会是水，对，那应该是。OK， 挖开了，挖开了，直接往上挖。哦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刚好夕阳下山。嗯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通往下面看我们的农地，不，看我们的动物在干嘛。嗯 ，OK， 有了农地，有了农田，还有
可爱窝心的地方，我相信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。嗯，应该啦。我们还少了几样成就没完成。其实这个地图成就还蛮简单的，对，但是就是被我一直玩坏嘛，就是很抱歉嘛。对啊，嗯，好。嗨，记得关门。动物们，我想想看哦，有猪，有猪，然后有牛，应该地图上没有任何动物卡在边边了吧？我检查一下好了，要不然我怕等一下这座本岛一堆动物全部给我从天而降，瞬间傻眼。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嗯，哦吼，哎、哦欸，还有一只山羊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要怎么把它带过去？啊，我知道，先挖一个那个向上走的路，然后再推它就好了，因为羊它会往上走，羊应该吧，来吧，要让它自己往上走才可以，我们推它没有用，嗯，我怎么有猪的声音？该不会下面还有猪吗？哦，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。哦，他上去，我没有看到猪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猪哎、欸，而且他上来了。好，走，那个我带你去找你的伙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，拜托啊！啊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这个羊用了非常不合逻辑的方式站在那个边边。哪有羊后脚两只够力把它身体撑起来？你两只脚在前面，应该是整个就扑咚下去了才对啊。好吧，我听到猪的声音，但是我不知道猪在哪里。快，再移动 ，yes， yeah， yeah， yes， yeah， 不要再过来了。啊！过去，我把你推到你的朋友那边。上去。对，他懂我的意思。他感应到他的朋友在附近，对，他感应到，等一下不要去吃我的草。他感应到他朋友在这边，他感应到，对，他有感应能力。对了啊，对，你的朋友在下面，好痛，好久没有摔到。哎、欸，一黑一白，好酷哦，帅，妙妙妙妙妙，帅妙帅妙，妙帅妙妙妙。OK， 好，我决定我要延伸那个草地给他们。如何延伸草地？方法非常简单，应该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草地是一种是泥土延伸的。如果我这样子的话，它延伸的过来吗？因为它是这样一层一层，这样一二三，这样一层下，这样慢慢下，应该是可以没问题。我是说应该对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哦，我们把这一排都挖成草地。其实动物比狗聪明，个人觉得，因为他们不会随便就跳下去生动。OK， 我们来看看几个小时之后那个什么草地会不会延伸下来？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下来过去，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吃得到草地。那我们就可以用绵羊的身体做一些不是他的身体啊，而且我对他的身体做什么？是可以剪他的羊毛啦。你看他其实长很快，嘴那个什么，对 ，OK。我真的听到猪的声音，但是我却不知道猪在哪里。嗯，哦，远处有东西，一咪咪。嗯，好，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喽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展算是还蛮 OK 的。那地图还原的话，已经就是差不多还原到这样子。那么就是这样子，谢谢收看，我们第八集再见喽，拜拜。